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文革重演的风险啊，在当今中国有多大？这个题目的话呢，起得挺好啊。首先呢，什么叫重返文革是吧？文革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我个人的话呢，我把文革理解为是毛泽东式的那种这个动员型的集权主义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这是我个人对文革的定义，对吧？因为我们最近呢，这个天文联合学会也在继续推进关于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网站的事情，啊，其实是这个是在我们前年啊文革五十周年的那个活动的基础上继续的推进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设计这个展览到底怎么搞，是吧？因为这个展览里边有一个厅叫做通史厅。啊，就是要全面的来展示文革这段历史，啊，那它首先就有一个你如何来定位文革，啊，怎么来定义这儿历史上的这么一个长达十年的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啊，那我个人的理解呢，我是把文革理解成是毛泽东的这个动员型的集权主义和这个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展开啊，是吧？那么所谓动员型的集权主义呢，是说毛泽东虽然这个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吧，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苏联的那套模式的这个采用啊，但是其实毛泽东心里边他并不满意这套模式，啊，他对于萨林的那套官僚的集权主义啊，其实他是不满意的，啊，他要用一种新的东西取代他，啊，甚至后来的话呢，他怀疑是吧，他的周边的同志们开始这个有了二心是吧，也跟不上他的思路啊，这些人的话呢似乎要搞修正主义，就像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啊，所以毛呢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发动文革是吧，发动底层民众来造这个走资派的反啊，然后呢要建构一个新的政权一种形式，比如说像巴黎公社似的是吧，然后的话呢要这个通过奏词批修，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实际上是要建构一个不靠这个利益驱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新的一种模式，是吧？那这个模式的话呢，我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乌托邦的一种社会改造的工程，啊，因为它那里面还包含着对私有观念的一种铲除，啊，所以要说呢，这个文革这个包含了很复杂的内容，啊，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定义文革的话，那我不觉得说在今天的中国有重演这种类型文革的风险，因为时代条件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中国经过文革十年是吧，毛泽东那条这个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可以说走到了死路，那没有任何出路了，因为他在挑战人性嘛，啊，人性哪是那么容易挑战的呢，啊，几千年过来说，啊，人类从远古社会到现在当今的人类文明啊，即便是在欧美这些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原则，真的去建构一个所谓人人都无私的社会，啊，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现在是已经在毛那儿彻底破产了，对吧？中国文革这个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年代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啊，当然也包括他所暴露出的所有丑恶，实际上都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文革这个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啊，那就今天的中国而言的话呢，这个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重演文革，啊，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吧，这个习近平呢虽然在政治上边他和1949年毛泽东建立的那个政权啊那套政治体制他是一脉相承这样走过来的，他在政治上仍然是垄断的，
仍然是排他的，仍然是独断的，啊，但是他在经济上面的话呢，他已经告别了过去的那一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啊，虽然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是吧，这里边还有很多当年的这个计划经济的那种因素，啊，比如说他的公有制仍然处在一种绝对的一种掌控地位，啊，他今天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啊，更不用说在今天的这个改革开放进程当中是吧，还孕育出了如此庞大的、如此复杂的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啊，这种权贵力量，这种权贵力量的话呢，说起来是对这个共产党自身的那个基础，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吧？对它是一个讽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层面上，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习近平都不可能是吧？重新回到文革时代的那一个计划经济年代，重新回到那一个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年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是吧，文革不可能倒退回去啊，就是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倒退到文革当年的那一个时代。但是呢，说文革重演的风险在当今中国是不是就没有，我也不这么认为啊，这就需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那当然我说的这个角度呢，主要就是从政治啊、政治权力建构、政治运作的模式啊，从这些方面来看，今天的中国的确有像毛泽东那个年代的中国倒退的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甚至不仅仅是趋势，已经是某种现实。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我是在家的话呢，每天我会看一眼我们党国的这个新闻联播的啊，不见得30分钟全看，但是至少前面这个提要我会看一下，第一条新闻一般我会看一下，是吧？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呢，在今天的这个中国新闻联播每天的节目里边，头一条节目一定是和习总有关系啊，一定是和习近平有关系，或者是习近平本人的活动的报道。如果没有他的当天的活动报道，那就一定是啊，用习近平的这个所谓语录啊，来概括今天要报道的那个新闻，啊，一定是这么个。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的人的话呢，大家都记得是吧？那个时候，这个有最新指示啊，最高指示是吧？在这个那个时候是晚上，就要晚上8点钟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是吧？上来第一条一定是先是最高指示是什么啊？然后人民日报的话呢，这个最醒目的那个位置上边一定是今天有一条最高指示。那你从这些方面来看呢，现在这个中国官办媒体里边搞的这套东西，真的和当年的文革很像，你说这是不是重演呢？是不是在向那儿回归呀？啊，至少形式上很像。今天的这个新华网啊，我也时不常上去看一看，是吧？专门有这个，通篇都是关于习近平的报道，是吧？就说这个个人崇拜这个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愈演愈烈。这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实。那这个现象的话呢，当然大家都知道，文革当中吧，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你在这个意义上的话，这两者之间又可以比较。我想的话，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哎呦，今天的中国好像真的是在重演文革啊？因为从这些形式上来看的话呢，真的很像。当然，这还只是一些表现啊，一些一个形式。更深刻的也更实质性的问题是说呢，啊，至少在我看来，习近平上台以来是吧，从18大到19大，现在已经5年多了是吧？那么习确实是在营造某种对他个人崇拜的这样一种氛围啊，而且习在实实在在的在强化他的权力啊，或者我们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就是说他在搞一种个人独裁啊。这个现象的话呢，这个作为一个事实，大概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啊。当然，人们可能做出的解读不一样，是吧？因为这个有的人可能说的话，说习，你看看，是吧？啊，他就是一个权力狂，是吧？也可能有人觉得，哎，他拿权力的话，他就要干事嘛。那至于他干什么事儿，当然现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也不同啊。我估计我们在座几位的话，这方面的观点也不见得完全一样，是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真的是在最近他这个18大以来的5年多时间里边，他是在集权，啊，而且这个集权还不是权力集中那个集，是吧？我把它理解成是集权主义那个集，啊，
那这种现象的话呢，当然在我的解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个人独裁的现象。而个人独裁的话呢，和毛泽东当年搞文革的时候那个个人独裁，这个之间真的有某种历史的惊人的相似。尽管习近平严格的说他不具备当年毛泽东是吧的条件，因为毛泽东毕竟是打江山的一代人嘛，那毛泽东毕竟是一代枭雄啊，习近平本来不具备这些条件。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他就是一个这个省级干部嘛，那这个也没听说他在这个地方上，在上海也好，在浙江也好，在福建也好，搞出多么了不起的政绩，也没有。那在某种意义上的话呢，习近平能够承接大位是吧，这是中国特有的这个政治文化的一个结果啊，也是中国特有的这个权力结构和权力博弈的结果。但是他现在上来以后的话呢，有一条是可以确定的，习这个人确实野心很大，或者说雄心很大，我们用一个中性词，他要干的事很多，那在某些方面他也干得很成功，比方说是吧，他这个强力反腐打老虎是吧，虽然大家也都觉得你打了半天的话你有选择，那真正的红二代太子党你打的好像不多，打的很多是平民出身的老虎，但是他打的虎的数量确实远远超于原来的胡温，也远远超于原来的江泽民，这是事实。另外呢，这个他权力的整顿共产党的纪律是吧，这方面他用了很多当年毛泽东的那种语言，用了很多毛泽东当年的办法，这个也不假是吧，尽管事实上他不可能真的用毛泽东在文革年代的那种动员底层民众来斗这个所谓走资派，这个习近平是做不到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他也不可能回到文革是吧，但是他要试图把这个党呢从一种所谓这个蜕变的是吧，一种衰败的啊，一种萎缩的一个状态当中把它重新拯救出来，那让它重新焕发活力，让它重新焕发生机是吧，让要保持这个共产党的江山能够做得更稳当。那在这个意义上你也可以说习近平和当年的毛泽东有相似的地方，那因为毛泽东当年放的文革啊，至少在我的解读当中他是有一个要防止或者要阻挡这个共产党自身蜕变的趋势这种含义在里面的，那它不纯粹是也不仅仅是和他为了扳倒刘少奇是一种权力斗争，那这是我一直是这样来解读的。这是我们谈今天的习近平和今天的毛泽东啊，和当年的毛泽东之间是吧，他们之间的某些相似的地方还有某些个不同的地方是吧。那么我还要强调一点的就是今天的习近平是吧，刚才我说了他在形势上边，在某些个实质的方面他有向文革回归的趋势，包括他的强力的个人独裁的这种色彩，包括为了实现这种独裁而刻意营造的个人崇拜的这种东西啊，这些东西的确给人一种这个好像文革的话大有回归之势的感觉。但是也有人讲的话呢，说毛这个今天的习近平要重举世界革命的大旗啊，好像呢这个他现在向美国叫板是吧，向全世界的话呢展出一种勃勃逼人的一种扩张的态势啊，他是要重新高举这个共产革命大旗啊。为什么他最近要组织什么这个纪念马克思的隆重的纪念200周年呢是吧，为什么他要号召什么中央委员要好好重读共产党宣言呢是吧。所以有朋友说了，说你看看习近平还是要搞世界革命啊，这个问题上当然我自己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要搞的东西啊，他的红色帝国确实在崛起，他也确实雄心勃勃，但是他要做的我不认为他是要重新高举世界革命的大旗，要重新高举共产革命的大旗，就像当年毛那样子，还是那句话，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要做的更多的其实是他用中国梦的那种意识形态所要营造的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是吧？中国要强势崛起的，是吧？中国要重构世界规则的，是这么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当然是红色帝国崛起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它不意味着说，习近平要重新回到当年的毛泽东那样，是吧？把这个已经被证明完全破产的那套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重新当作一面大旗，重新举起来。我认为习不会这么愚蠢，他对内讲的这套东西是吧，要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的如何如何，无非是因为是吧，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把当年的是吧，他这个革命成功的合法性，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套东西是吧，他还要把它这个举在前面，意思是我从那儿来的，这一点我没有忘，是吧？当然，对于他党内的同僚来讲啊，这个也是他获得一种这个政治上的或者叫道义上的或者叫理论上的啊一种这个权威啊一种资源，他要把这个用足，要把它用够啊。所以就此而言是吧，当然啊，他还要在什么纪念马克思的这个200周年诞辰呢，是吧？学习共产党宣言呢，这种重要他还要做出充分的表示啊。但是实际上，他真正要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向国际上输出中国模式，是吧？这个和美国争雄，是吧？争取是吧，在未来的不太长的时间之内，是吧？让中国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吧？这个甚至于在某种上能够重塑世界，是吧？让中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啊，这是习近平的恒心啊，是他的雄心。他能不能做到，我们另说，是吧？所以总体来说呢，说文革重演的风险在当今中国有多大，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有可能让中国重演当年毛泽东这种独裁所造就的那些问题，那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的啊。但是说文革重演这个在经济层面上，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是吧？另外第三点我强调的就是习近平今天要做的不再是重新高举世界革命的大旗，而是要往外输出中国模式。